是咱台湾台南这个所在，非常个最重要的民谣这摇篮地，一个就是咱讲这恒春。这个恒春拄好，咱中央山脉来到这个南部的时阵，甲平地接连，接连落来遐，像这个时阵秋末冬初开始就吹这罗山风，罗山风伫吹迄片，就是咱恒春半岛三面是海，一面靠山，所以当地足济好听的民谣，拄只一首安尼来的。另外一个所在就是咱台湾的东北角、南北角，这宜兰的地区，伊拄啊好原来是封闭性的地理环境，但是伊无同款是三面是山，一面靠海。吼、哦，一个三面是山，一面靠海；一个是三面是海，一面靠山。宜兰即若保存真济好听的民谣，吼、哦，啊宜兰的查甫囡仔原来真缘投，亲像咱的衣服穿一个，你看有缘投无？这就是宜兰囡仔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所在好听的歌曲真多，大家知影一个丢丢糖嘛，吼、哦，丢丢糖真侪讲法。啊，但是我去当地采集的时阵，我问一个阿婆啊，我讲阿婆啊，听讲你这是首丢丢糖真好听，讲高音啊，不是丢丢糖啦，是滴滴咚，啊、哦，伊是讲水滴声滴落，啊，迄个有迄种咚咚咚滴滴咚，吼、哦，啊，确实有影，人迄阿婆咧唱无够看。阿婆在你唱的时候，拢是用花做开始。牡丹啊，开花伊就滴滴咚，哦，用强调的咚就对了。啊，用牡丹花，牡丹就是富贵嘛，伊就用富贵迄个气氛、迄个气质来讲爱情的故事。水流开花滴滴咚，伊用水流花的特色讲；白菊开花滴滴咚，伊用白菊来讲。哦，足水的咱的台湾民间文学。哦，啊，当然这个大家较唔知影。咱普遍即卖咧唱拢是讲火车行过磅空，因为宜兰为着要拍开因个山洞，通着外口个交通，所以拍开山洞时，大家欢喜。火车进入个山洞，唱着即个欢喜个时，火车行到磅空来，磅空个水滴落来，哦，迄种充满生命个欢喜精神。咱即卖做下来欣赏这首歌，大家咪使做下来唱吼，丢丢糖啊！Thank you.